主持几个互动，跟住试下次几个互动啊！我好想快啲主持几个互动啊！就咁，快啲去，快啲入去啦，妈妈。妈，我哋做咗前书本同埋围裙啊，我准备整互动啦。好得意啊！你哋。你整唔整烏冬啊 ，Emma？ 整。OK， 好啦，各位小朋友，而家準備上堂啦。早上叫做愛國的孩子。我係哦。OK 啦，我全人歐一下，下手掌。咁就最好食嘅烏冬咧，就係淨係麵粉同埋水，冇添加任何嘢。但佢有好處有唔好處嘅，好處就好食，唔好處就時間短。做完之後咧，12個鐘頭要食咗佢，即係有好處有唔好處。喺度得，このやり方をずっと守り続けて、これからも100年続けていきます。佢哋一路都保持住呢個最傳統，就是、麵粉加水，冇加任何嘢，所以佢就做咗100年，就冇再添加其他嘢。係，佢練落去咧咁樣，一再一雙，一雙，一雙啦，有邊個上嚟？要嗌喎 ，Emma， 你嗌。最中意就系猜面粉 ，Emma 你咧？我中意食面面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影片，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！